是什么东西？噔噔噔！哎，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松野三仙根。用来讲噔噔根。三仙根。三仙根。三仙根。是不是叫三仙根？翻一下。三仙根真的很多人爱吃。遇到那个朋友，你要去买三仙。朋友带他女儿来买。女儿，我女儿，她要坐椅子。要坐到怎么这么方？我这样好像阿里顾啊。不用啦，不用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好好，满足她好不好？满足愿望，愿望。走来。你哪就讲？你帮我加了吗？姐姐，妈妈，干嘛？哥哥，你觉得我卡住是不是？哥哥，他最害怕。啊、嘿，我下。我放不到啊！我想加太多嘞。不会啦，我还想加个醋哎、欸。我真的今天心情不开心，因为我遇到不平等待遇。爸爸，好酷！你可以把这个桌子踢走，也是很强的一件事情。我也要。妈妈，干嘛？妈妈，快站起来，妈妈。试看，三星跟加我们家的鹅油到底是厉不厉害？我要继续讲，我最讨厌一国两制，一个社区两个制度。有时候就是社区的规定也是蛮奇怪的，奇怪就社区的规定在于租户，租稳，你住这的熟的没事。不熟的有事，我们社区说什么？就是在这边附近，我们社区内就是暂停的话呢，两三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是，不能就是让人家，就是其他人不方便这样子。结果他们自己停两三天，都没事。我停两三个小时，我不小心停到四个小时，我就被放单子。单子上说不能停那么久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要抱怨的时间。我就觉得 ，why？ 你们自己可以停两三天，我从来没有停超过一天。这是我最无法接受的事情。如果要大家遵守规矩的话，大家全部都遵守规矩，不是说规矩你们定，然后我们遵守，但你们自己又违反。我们是租户没错，我们不是，这房子不是我们的嘛，但是大家都在这个社区生活，不是应该要遵守？既然要遵守，就大家遵守嘛。对不对？没有必要说，你说一套做一套。我觉得说一套做一套的，真是，那叫什么 ？Your mother's gun. Your mother's gun. Miss Egg. 好不好？看过《与龙共舞》的就知道。那我说真的，就是不要那么假道义，不要说什么就是，外面的车位大家共有，没错，大家共有。因为我们是有两栋，但是只有我们这一栋的人敢去弄我们这一栋的人，他也是不敢去贴其他栋的人。因为你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发火过啊！帮我CG 做一个火。没有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
好，做一个红包一张。就是楼上的欧巴桑来欺负人，他们自己都停两三天，我们停两三个小时，他就放一张单子在我车上说不能喝酒。哎，妈妈，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迟到。好，我先吃面。好，不要抱怨了，对，负面情绪留给他们。我们自己留正面的。今天我们经过那个就是三仙根，乐华有名的三仙根，然后没什么人，所以我就买了它。哦，加我家的辣椒真的超好吃。不过它原本就还不错嘛，对，它就是甜甜的呀。它如果咸咸的就还蛮好吃，好不好？他如果不好吃的话，生意不会那么好。所以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已经告诉你，回归刚刚的话题，好吧，好吧。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还是错呢？讲对，讲错。就是。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啊，也没有。但我觉得我被放单子，我很不开心啊。停四个小时被放单子，停两天完全没事，这是另外一种霸凌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因为放单子的人就是停了两三天的那个。好吧。那我们讲什么呢？这是哎，官官相卫。对，类似。所以你想买这里的房子吗？我只能怨不够有钱买这边的房子。但我有钱，我也不想买这边的房子，因为觉得太可怕了。我买隔壁好了。隔壁哪里？就是远在天边，近在哪边？二邻居真的很可怕。但是我觉得呀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买房子不在于，就是我觉得家里的环境也是很重要之外，我觉得邻居也是很重要。所以邻居超重要，你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你说邻居让你不舒服，然后你房子又买了。我觉得这是很难为耶，因为我邻居跟我讲这件事情了，因为我们家隔壁邻居有买，我们隔壁是好邻居，楼上是恶邻居，刚好是我们这两边的邻居都是年轻，比较年轻一辈，然后就是有小孩，然后楼上的邻居都比较偏是就是买来就老人，就是买养老嘛，老人没有错。我从来没有，就是你不要歧视老人，歧视老人，就是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做，他让人歧视了他，好不好？他的行为，我没有说老人家不是很好，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多老人家很棒的，但是超多有些老人家就是。你家里没事吧？有事找事吧？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，我觉得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多人就是这样子的。叫人家不要停，自己停的开开心心，是不是？以自己利益为利益，别人的利益都不是利益，别人的、就是、这叫自私啊！真的觉得台湾还是蛮多。好了，今天就是抱怨，抱怨，抱怨，再抱怨。我今天头发怎么那么直角？超日本的阿里固哎，那叫什么？半月刀，半月刀。张学友。半月刀，我给你个半月刀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好，希望是我们家楼上邻居半月刀。对，希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邻居。OK， 拜拜。